各位老师，拜拜。好，谢谢达明哥。球棒跟球收起来不对劲啊！其实那次在台中，就很巧的，然后上去投球，那摄影机有照，就是有配合到下场，然后我就感觉到他好像手有点在，他好想丢球。就是我没有同学的学长哦，对啊，我也看了他五年在学校，那他也被我欺负了五年。做学长会被学弟欺负的话，我今天这个就是好学长。所以今天给你只能让你欺负我。是的。那当然，影响我比较大的当然就是他在球场上的表现，不管是他的态度，还是他对球迷的那种态度，就是应该算是我们现在中华职棒应该要学习的榜样。他的退休对我来说是来的非常早，那既然他有这个决定，就是祝福他未来更好，然后也能够培出更多像他，像更多更好的球员，在这个球场上发挥，那我们就祝福他吧，谢谢。